响应地球日50周年，让我们从生活中播出1小时，使地球永续又美丽。听听大家怎么说。明灯1小时，让我们走出户外，拥抱田园，幸福跟着来。地球1小时，你花惹草也不错哦。一起来吧。地球1小时。好好享受来自小田园的有机花茶吧。嗯，赞。1小时，我们可以种下一棵小树苗，让地球更温暖。地球1小时，我的建议是多到野外走一走。响应世界地球日，我可以少吹冷气，多种树。大家一起幸福，加油哦！地球1小时，利用身旁的资源回收物，也可以做出美丽的物品哦。1小时，关灯也能做运动，大家一起来比赛，耶！地球1小时，不要窝在家里，大家一起出来晒太阳、打打球。求1小时，减少开车、骑车，多搭大众运输工具，还有多骑脚踏车哦。地球1小时，睁大眼睛寻找生活周遭的小幸福。地球1小时，公共卫生从小做起，让我们带着孩子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地球1小时，不要再滑手机了，让我们一起去移除小花曼泽兰吧。是日常生活习惯，想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。好吗？健康吗？爱护地球，环保永续，从我，从你开始行动。地球1小时，关起电灯，收起你的三 C， 体会你多重的感官知觉，让你的视觉休息一下，感受一下听觉、嗅觉跟触动觉。走，关灯去。地球1小时。